起床了吗？我也爱你。爱你。拜拜。你干嘛？搞什么东西？下个订单也可以下错。你知道你这样会害了公司吗？你们这些年轻人真的没用哎，这点小事也做不好。你站在这里干嘛？快去啊！快处理啊！发呆啊！对不起。喂？没有啦，我又被骂啦。明明就不是我的问题，他每次都很凶啊。可能今年待不久了，到时候你要养我吗？我不是结婚啦。还没下班啊？又是男朋友哦。我也可以载你回家，保证让你舒舒服服。我跟朋友有约了。一定又是男朋友，那个脸哦，一看就是很爱玩。要不是看他哦，长得漂亮哦，谁要用他？装模作样，给鬼给怪。现在女生都这样吗？所以你还在上课？你不是说你成年？你成年了吧？现在在上班。月玲，那现在你要去哪里？还是去我家？可以帮我穿件衣服吗？脱掉，脱掉。快点，人。脱掉，脱掉。干嘛？脱掉！不要穿阿姨衣服，不要穿阿姨衣服，脱掉！哥，你回来好不好？
不起，对不起，你们好不好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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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托，你们好不好？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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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。你够了没啊？不要再次打电话传讯息来了，好不好？我们都分手几年了，你不觉得你这样子很恶心吗？不管怎么努力，好像都不会再变好了。